是六十台轮。我的那个花费没有看，我的我有花费没有省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在那里太滑过，还在这里滑过是吗？你在这块上滑过，我超级踩进来。老张会滑吗？不会。不会那怎么办？我说我会啊。哦，你会啊，只是很久没滑了。超久没滑了。等一下会不会你也是没有很稳，然后就还要牵两个？应该不会。还是我先不要穿牵他们。可以吗？可以穿布鞋走进去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一人牵一个啊。就是你放的这味道。哇，真的很怀念这里，以前都会在楼上九楼打网咖，然后跟在 B1 这边溜直排轮。然后那时候直排轮刚开幕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超炫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地下室一个楼梯可以下去，然后是像一个时光隧道那种感觉，用得很 fancy 很亮。而且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哇，这里超棒，超喜欢来 Y17 的。可是现在长大再带小朋友来的时候，发现哇，真的是有年纪了。没想到我们长大这么快，已经夯不啷当就过了20年。这里真的看起来就比较旧一点，我不知道是后来有没有在改了，但是看起来跟我小时候那种印象就完全不一样。唯一比较像的就是你看它的星空的概念还是在的，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改装的，就变得旧旧的。孩子们第一次玩直排轮，哎，哥哥好了吗？还是拍手？我们先不要穿好了，我们先用，应该不行可以走进去吧。可以吧？对啊，初学者，这边有初学者练习区。然后练习的它是有软垫的，等下可以在那边有软垫，跌倒就不会痛了。它是有软垫的。我们以前是乡下野小孩，在马路上就溜起来的那一种。我们没有去什么溜冰场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黑色的，爸爸妈妈是黑色的，哥哥弟弟是黄色的。我这个还敢？手跌倒才不会撞到啊，因为直排轮你滑倒的时候会整个摔很大力，所以手会触到地板，所以它需要这个来保护。所以前面还有一个这个。啊，你记得手指不要这样，跌倒的时候一定要打开，好不好？你要记得哦，不能这样，你这样会受伤。我说不要这样。对，不可以这样，好。要记得哦，声音这种一开始不习惯是正常的，要记得就好。那你要先拖我，我会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哥哥几分钟会学会哦？现在3:30。几分钟我不会跌倒。对，几分钟会学会溜直排轮。我们先去那个初学。对啊。初学者区。那你要拖我。对啊，我要先扶着你啊。我要牵你。好，我牵你，站着牵啊。两只手。你先感受一下。你先站着就好，你先站着。你先感受一下。站着就好，站着就好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啊，没事。哈哈，没事，我会扶你，我会扶你。我要坐下来啦。好，那你先站着。我想先坐下来。那弟弟先借过。你好不容易站起来，你要不要我先扶你两只手？谢谢。你要站直哦，脚膝盖要伸直。但我先伸不直。你先要劈腿，对不对？你先要劈腿啊！站起来啊！脚可以抬，你可以，你脚可以抬起来啊！对啊，然后变和并拢啊！对啊，啊，不用那么紧，不用那么紧啊，稍微可以开一点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先扶着你啊，不要动。啊，没有，对啊，轻轻扶就好。一只手扶，一只手扶你啊！你要往前走，对，侧边的。对，你脚可以抬起来。我也不会教人家直排轮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要自己感受一下。没有上课。对，你先用走的看看好了，先练习用走的看看好了。要回去啊？好，可以啊。你干嘛要放弃？又紧张要放弃？你就差一点点就过了。哎呦，放手了，厉害哦！不要，我没有，我会扶着你，我不会放了。我说你放手，对，你脚先抬起来。哦，还可以滑更
过去。对啊，它还有隧道。等一下你练习好，我再带你去。先练习，对，你脚膝盖，这膝盖打到。放手嘞，你们放手哦。啊，老师说对，脚要对对对，保持臂对，可以。哦，你会嘞，有抓到哦。然后等一下手摸膝盖。稍微扶我一下。我会看着你，我会看着你。你等一下我会抓你。没事。哦，你还会转圈哦。对。对，哇，你会嘞？你怎么会的？你刚刚就突然就会了。对，保持右臂。你继续踩哦。哦，脚抬起来踩哦。哦，有。再扶我一下。你怎么突然会的？刚刚我突然会了，就是我发现滑冰那么简单。嗯，骄傲。那你首先，你首先可以先放开，我会抓住你，不用怕，因为地板是软垫，跌倒也不会痛，你还有护具。走路。
你先扶着好。好，大家再一起啊。走这边，你走这边。我会，我会看着你啊，不会痛。因为我有痛过。对啊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啊，我会。我想要你再扶我一下，扶到我真的不会快点倒。那我们练习一个刚刚老师说的好不好？我从后面扶你，然后你手摸膝盖，然后看会不会往前走。来，对，我从后面扶你，好，手摸膝盖，然后溜，不会溜，手摸膝盖的，手摸膝盖哦，对，对，然后脚要记得保持低，脚要保持低。老师不是说脚要摸膝盖吗？那我其实可以不用啊。我想要先去妈妈那趴着。你对你一下我就会了吗？对啊。对，小小的要踩起来。那一只蜘蛛。哦。刚刚你那是假的，它是一只娃娃，娃蜘蛛，它是一只娃娃。哥哥突破了软垫区，现在来到了绿色油漆区。你还是要，哦、我们回转。为什么？我们转回去，我先练习。你要去楼下，可是那边很快哦，那很快会被撞到哦。要小心，我们再练习一圈再下去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不然你现在还没有很稳，等一下被撞到撞飞。因为他们都是标速的哦。你脚还是要练习踩一下。对，要跌倒的时候你要再踩一下。那你看我的汗，我是用滴的。哦，好久没流这么汗了。哇。放松了。我们全家都运动到。你也满头大汗啊，跟我一样，我真夸张。有抓到诀窍吗？有了，我已经有一点抓到了。先不用脱下面吧，你先喝水就好了。我想要待会再转回去。给你。我想玩，我再转回去。好啊。我想先脱掉。我现在有点热，我要先脱掉。可以啊。你要等一下再穿是不是？等一下我要花，我再穿。好、啊。怎么了？我看。哇！不要学我。你要先脱鞋啊、哦。嗯。你不玩了吗？我待会儿穿麻烦哦。待会儿再穿。不行，是待会儿再穿。等你学会，我们再去买你的鞋子，好不好？这边租很方便，才30块。不便。我帮你啊。我会唱。
好玩吗，哥哥？第一次溜。我们要走去几楼？一楼啊，一层楼而已、啊，用走的。为什么我们？结果我发现我太久没溜我也很烂。刚还不知道怎么教你们。但我们之后有学会。一点点，下次还要再学吗？一。喜欢哦。那你要去上课了吗？我到中。中了，等你真的练会了，我们再给你买你的直排轮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租直排轮超便宜的、欸，超便宜、欸，30块的嘞。对啊，超级无敌便宜，吓到我的价钱。然后我们四个人加起来，加护具什么入场费那些，加起来才150，一个人150。三杯真奶就没了。哪有？现在真奶可能2杯就没了。超级便宜。嗯。但是这边停车，楼下的停车场都是机械式的，会有一点点小麻烦。我们都停在外面。还是早上、太阳好大、哦。出口这里。早上，这里。弟弟有溜吗？没有，出口在这里。弟弟有溜吗？他买票是在这里，自动售票机，然后买完之后才可以下去。而且台北市，如果是住在这边的话更便宜，还有优待。真的啊？对啊。这就是因为这应该是公家机关，所以才会这么便宜。不然他30块怎么赚？他那个直排轮，对啊，很不错哎、欸，才30。人也很多吧？那两个太阳，一个在我后面，一个在这里。哇，好舒服的天气。追哪个太阳？我追两个太阳。好，去吧。别跑，别跑，路上别跑。嗯，好的。还是追太阳。不要打到我的这个。下午场是5点就结束，我们有点太晚来了，我们只有玩到一下下。对啊。我根本就没溜，我以为他不会有休息时间，但晚上不知道有没有，好像晚上没有，还是晚上7点？怎么了？我没有那个脚踏车。你有脚踏车对不对？我要哥哥也有。对啊，后面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，我跟妈妈骑 U bike， 你们两个骑脚踏车这样。那我们去，我们骑去淡水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骑去淡水啊。好远哦。很近吧？红树林到淡水。我骑摩托车都要骑10分钟。妈妈真的需要运动一下。好玩，下次再来玩。刚有一个人在厕所一直说，我好喜欢今天的滑冰岛。那真的喜欢直排轮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喜欢直排轮。他好像蛮喜欢的。谁啦？你呀、啊？你喜欢吗？滑冰啊！直排轮。滑冰啊！滑冰跟直排轮又不一样哦。滑冰更滑哦。滑冰跟直排轮又有一点不一样。我知道啊。停车。老爸的车，来看一下多少钱。哎，看不到。对。哦，他现在都是用 QR code 哎，所以他就不用在那边盖章了，应该是不用钱啦，我在猜，因为电车都有好像前3个小时免费的样子，他现在都变成那种智慧的停车。好啦，下次再来玩，拜拜。